不但有30,000元的奖金，还可以拍杂志封面，一圆明星梦。装可爱三连拍，素人美眉排排站，尽力展现青春洋溢。性感俏皮样样来，为的就是能吸引台下看官注意，投票给他们。因为只要拿下第一名，就能登上杂志封面，一圆新梦，还有30,000元的奖金能入袋。拿下冠军的这位辣妹今年才20岁，还是个大学生，以后希望能够进军演艺圈。不过前辈偶像剧美眉王心如也有建议给这些年轻小辣妹，可以时常照着镜子，然后看看自己不同的角度啊，然后找出自己的优点，然后更加的认定自己，可以从中慢慢建立自己的自信，然后展现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看准人人有新梦的心态，厂商花小钱办活动找代言人，制造话题吸人气，希望在不景气的时代用小小的钱创造话题，要制造卖气。年代新闻饶张宇、陈俊杰台北报道。